歌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写一下“美不胜收”这个成语。好，现在开始来写一下。好，这一点会偏高一点。那么呢，是这一笔，大家应该记住，这三个短横呢一定要对等。这两横呢会稍微相同一点长度，那么最后一横呢会稍长了那么一点点，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。好，一点从这里收笔，收完之后又在这里一撇。好，美字。第二个字呢，不字。中间下笔。这一点呢是个长点，一定要把它写长。如果你不写长的话，就会感觉这里会偏重一点，所以呢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甚字呢，月字旁，从这里撇下去，一笔过。就是勾上去，大家记住这个月字呢一定要写瘦一点，特别是我们从这里勾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勾一定要把它写好它。哎，这一捺是决定性的一笔，在书法里面呢，勾和捺同等重要。这个勾也是，勾上去。好，美不胜收。垂露树，这个地方收笔。再往上抬。好，收。收字。那么来看一下这四个字。美不胜收，这四个字我们就写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